绿岛与台湾本岛的运输方式有空运及海运。空运往返台东机场、绿岛机场以小飞机为主，海运往返富冈渔港、绿岛乡、南寮渔港。岛上的主要交通工具为机车，骑机车环岛一圈20公里，约一小时左右。绿岛原名火烧岛，也称为基心屿、青子屿，是灰石、安山岩所构成的火山岛。绿岛位于台东东方约33公里的太平洋上，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面积约16平方公里，是台湾的第四大外岛。岛上的最高点是火烧山，高度280公尺，西北部地势低缓，是全岛主要聚落所在。岛上居民以清朝中期从小琉球、东港移民而来的闽南系汉人为主，在戒严时期，绿岛曾经是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而著名，现在则是以观光产业闻名。绿岛乡公所是绿岛乡最高层级的地方行政机关，设有4课3室及2个附属单位，每年5月举办绿岛海上长泳，10月举办火烧岛大哥路跑，这2项活动是绿岛的年度盛事。在绿岛，不管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样样都精彩。乡长及公所人员竭诚欢迎大家来体验迷人的绿岛风情。绿岛以前是一个悲情的岛，所以它有故事。它有故事呢，所以就值得我们游客去探索。那这个是陆上的，那海底的，即使你不会游泳，即使你怕水，我们都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还有专业的辅具、救生的东西，你可以用浮潜的方式你可以来绿岛试试看。尤其冬天，绿岛海水的水温才25度，绿岛是潜水的天堂。那我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够爱上绿岛，能够到绿岛来寻幽探觅能够来绿岛好好找回你的自己。绿岛唯一的加油站位于南寮村，营业时间为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环岛公路为东90线，没有红绿灯。绿岛灯塔新建于1939年，塔高33.3公尺，灯高48.2公尺，光程25.7里，是岛上最著名的观光胜地。乌油窟除了周遭多样的生态之外，岸边有梦幻一般的贝壳星沙，是十分美丽的沙滩。因为沙滩呈现弯月形状，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乌油窟半月池。绿岛监狱1959年11月新建，1961年9月启用，持续收容全台各监狱最难以管教的罪犯。在1950年代，鬼门关只是一条牛车通行的小径，当地人称其为象鼻，但对政治受难者来说，则是一个鬼门关。一旦通过这里，进到新生训导处，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出来。绿岛人权文化园区总面积32公顷，自公馆到东海岸地区，其范围包括绿岛人权纪念公园、绿洲山庄、庄敬营区、新生训导处、前绿岛技能训练所及燕子洞等。
将军岩，因为形状像似一位身穿盔甲战袍、头戴钢盔的将军，因此称为将军岩。牛头山是为火山岩受海水侵蚀后所形成，牛头山相当适合欣赏晨曦及夕阳。龙门屿很像是大型拱门，是绿岛最有名的两大奇岩之一。观音洞是地下浮流侵蚀形成类石灰岩地形，相传观音曾在此处显灵，香火很旺。梅花鹿生态园区占地23公顷，是以台湾梅花鹿为主题的自然生态园区。柚子湖是一个湾澳，湖其实是闽南语澳音之而变。这里有蓝洞、翠湖、弯弓洞，还有几间老枯石石厝，是以前聚落传统民宅。小长城是蜿蜒通往海滨夹角观海亭的步道，沿着山棱线建造，因而被称为小长城。睡美人与哈巴狗是因火山喷发以及海蚀作用形成的，大自然的巧手雕琢令人惊叹。孔子岩是一独立的海蚀地形，因其外形像似孔夫子而得名。火鸡岩又称为骆驼岩。朝日温泉原称作滚水瓶，因朝向日出的方向，所以命名为朝日温泉，是世界少数的海底温泉之一。帆船鼻是个三面环海的海峡，是绿岛欣赏日月星辰的最佳景点之一。穿过原生的热带海岸林，就可以抵达紫坪生态保育区，这里是著名的西湖风景区。大白鲨这条漫长的沙岸，无论远望或近看都很美丽。马蹄桥的总长度仅有数十公尺，但却是属于横跨太平洋的桥梁。大哥隧道是监狱内的大哥们以手工开凿而成的，是开拓环岛公路的一大工程。公馆鼻位于绿岛的东北方，这一带的海岸呈现海湾地形，景观美得令人停止呼吸。过山古道是绿岛早期没有环岛公路时唯一从南寮到温泉区的交通要道，是一条景观生态丰富的森林步道。观海步道长度只有260公尺，是坡度陡峭的木栈道，可以俯瞰绿岛东部海岸，视野极佳。绿岛除了能看见梅花鹿的踪影之外，还能看到属于保育类的昆虫，金田市大头竹节虫、象鼻虫，保育类的动物椰子蟹，最常见的还有寄居蟹、黑框蟾蜍、斯文豪氏攀木蜥蜴、大白斑蝶、绿袖眼等。潮间带夜游是个惊奇的生态之旅，可以认识很多海洋生物。除了海鲜之外，
绿岛经典的渔村美味有鱼面、花生豆花、林头果汁、Can桂及海草冰。绿岛的主要潜水区有三个：彩口、石朗、大白鲨。绿岛被票选为全球百大潜点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自然生态，因强劲的黑潮暖流经过，洄游性鱼类特别丰富，海水湛蓝清澈，能见度可达30米，吸引许多国内外浮潜及潜水客前来朝圣。船钓体验，即使不会钓鱼，也能在太平洋上体验钓鱼的乐趣，感受渔民淘海捕鱼的辛苦。翠湖是天然的海水游泳池，呈现翠绿色，因此有了翠湖的美名。结合了独木舟与冲浪的新形态水上运动 SUP 立桨冲浪，也能在绿岛体验咯。蓝洞位于柚子湖右侧，是绿岛最美的天然半月形海石洞，除了浮潜，还可以体验最刺激的岩石跳水。